人节的半夜，刚进入情人节的时候，他就传个简讯给我们的主管说我不来了，然后今天白天应该是他来报到，我们怎么打电话他都不接。你来我们这边试的时候你觉得很累，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好好的道别，你可以讲吗？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阿光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偶然在街上遇见你，要给我遇到。大家写 Happy Valentine's Day， 而我唱如此 sad 的歌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被一个人甩了，我不能讲他的真名，我必须讲一个代号，叫阿光好了。我们被一个叫阿光的人甩了。大家知道我们辣贝贝生意很好吗？然后呢，我们就不断的征人，然后我们终于征到一个，他是有证照，然后呢，他又很有能力，然后是一个年轻的男生，然后我们试用过了，就请他来报到。结果他今天就在半夜吧，就是情人节的半夜，刚进入情人节的时候，他就传个简讯给我们的主管说我不来了。然后今天白天应该是他来报到，我们怎么打电话他都不接，他就传了一个简讯说我不来了，然后说我有其他的职涯规划，这样他已经来两天这样，然后今天是正式报到日，他就不来了。我的情人他不爱我，多么的难过。今天有失恋的人吗？就是刚好在今天分手，要那么一定要那么戏剧化这样子搞人家吗？那我们大家其实是有一点傻眼啊，就想说那也安内哈，你们也不要怪我们呢。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力了。你去看哪一个艺人，就是哪一个艺人。做副业要做到自己夫妻都撩了起，要去厨房内场外场，因为我们是真的很努力在征人，但是就是征不到，客人都好凶哦，客人就是会那种你知道，就是会骂你啊，还去投诉你耶，他跑去投诉我们的店长，说那个他们吃不到，然后就是觉得我们很逊啊什么。有啦，我老公有买玫瑰花给我，但是这个叫阿，差点要说出来，叫阿光的人甩了我们，然后就在情人节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。我们当然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但是你就吓到了，你说啊，都讲好了吗？那也没关系，就是说比如说你来我们这边试的时候你觉得很累，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好好的道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可以讲嘛，然后我们就有心理准备，那本来今天应该出现的人没有出现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什么，我们的作业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阿光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偶然在街上遇见你，要给我遇到是那迷人的模样，看你从眼前走过，我却看不见你令我怀念的发梢。